还有奶呢？啊，我都看不清。哪有奶？这要不是因为这个腰，都显不出这个奶。这波是一近战一奶吗？三远程还可以，其实。他的普通攻击就是一条奶的光线嘛。查看角色信息，骑射反弹啊，召唤腐化领域，哔哩哔哩，诅咒造成额外的，它属于敏捷、狙击手和进阶型，也没归。好，开始，走进，总算开始 ，Battleborn， 这个动画好屌啊！这是职业介绍是吧？抽风，不认识。俯卧撑，野娘们儿，好，蘑菇头。你那何止是蘑菇头，你那根本就是蘑菇人。Apologies for the hike, but trust me, you're better off on foot. Verezzi portals of this magnitude. 冲吧！上！冲冲冲！你激活检查点，就往前打就行了。就冲过去打怪嘛 ，PVE， 类似于下副本一样的东西。为什么后摧毁传送门都到达无极点啊？懂了。弓箭手没有护盾，非常坑。我靠，这抽风好好大，帅不帅？哎、帅不帅？哈哈，为什么你跑得比我快？哎，我步子大呀！来吧！哎，有人打我！奶妈，奶妈救命！奶妈救命！奶妈救命！我来顶上！上！我就升级了，就是这么狂！第一级很好升的。你看咱这个大肉盾，好像是共享的。啊，看咱这个大肉盾，我靠，我死，漂亮。什么？你死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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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武器过热了，什么鬼？野蛮冲撞，武器过热这一说，有个小 boss。来来来，都是渣渣，奶妈呢？没有加速，我要死了。我奶你呢，别怕。中弹！有个盾骑士在切后排，有个骑士在切后排。受死！抽风不要怕，我的奶与你同在。你的奶一点都不好喝。后排正在被干，救命啊！我去。你用笑的奶有毒。上！我还不如打怪呢，我靠！逆风笑从此以后多了一个新称号——毒奶。救命啊！我先加一下点。哦，复活吧，我的勇士！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加点，我的勇士一直在突破。来吧，好，干点了。Yeah， 这种模式好像是经验共享的。Yeah， 击飞。然后下一波是左边那个，有个方框，从这边走。取消旋转启动时间啊，这个好，秒射，挺好的。受死，应该从上面上来，先上来。信仰毒奶吧。Yes，毒奶快奶我！这个盾骑士射的，来了来了，爽不爽？上面上面，哎呀，我升级了，射他小鸡块，射他小鸡块，漂亮！喝的我都这奶，喝的我都有点晕奶了，我靠！哎，我这边无限刷这个盾骑士，免疫的，楼顶干啥？哎，他在射我，哎，跑了真是，死了死了，走，死了死了，下一步诅咒。多两件事，好，我这一个是多重剑，先远程，先远程射他一炸弹。哇、哦，对面这个火力有点强大呀！炸弹，我去我去，等等等等，啊，下去了吧？我要我们集中这个位置，他们对面火力好多哎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在上面打，离太远了，效果不行，冲下去！我要激活装备。哦，这个装备还是要游戏里的钱来激活。对对对，你需要在游戏中赚钱赚金币才有机会。该死，我这个弓箭还有抛物线的这个说法。我来了！哎、我要救你们来了！有人死了，这边死了好多人。
我要死了，我要死，南妈死，南妈救命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救他，来吧来吧，信仰毒奶吧，来吧，好救齐，信仰毒奶，就这么嚣张，好毒奶，野蛮冲撞，直接上天。我充能，为什么没有一个 UI 可以看到所有自己队友的血在？哎，我要死！哎呦，我去，好漂亮，一口毒奶，好大招有了，好，直接干死！我的大招是大奶，一口中大奶，来吧！我的大招，见他，加10%的伤害，站在这个框圈里能回血，我靠，他把我大奶给打掉了。你的奶被打爆了，硅胶的吗？那大奶不给力啊！下一波，这边还有快！笑笑的硅胶奶被打爆了啊！你烦不烦？不给你奶了。好，后面，注水奶，不是硅胶的。来，我去，咱们不是要不对，咱们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走吧，那边跟那个那双剑的剑客一起走。下一样装备了。Go go go！ 好的，躲在队友大入队来了，哇！漂亮 ，nice！ 我剑客也有个本，蘑菇手雷，蘑菇剑，漂亮！大蘑菇，干掉！蘑菇，你这个人又奶又蘑菇的，怎么那么色情呢你？你自己看呀，你自己看地上，打不是蘑菇吗？站在这里面，大家都回血。有人在召唤什么东西是吧？啊、召唤个屁！我一直不加点，冲锋！我去，节奏太快了，他们节奏太快了，算了，我不管他们，我加个点。蘑菇是，我到现在还有点没加呢。兔兔死，哎呀，爽！死，再来。哇、哦，这个人物玩的好爽朗。好，走了。没错，对啊，这波好爽。走上，来，哎，有人冲我，秒杀，漂亮！你说一个人又有蘑菇又有奶啊，多变态！我全站左边那个，没错，柠檬笑就是那个人。给我重建，好 ，come on 呀，你们人呢？都到二楼了，大明，你在干嘛？二楼有个传送是吧？需要多个人，需要所有人都站上面才行。加伤害，加冷却时间。我们下任务是要摧毁瓦雷斯传送人。隐蔽白会隐蔽。星形奖励是什么鬼？哎！要！帮他！干他！我怎么也要星星了 ？Boss！ 哦，这是 Boss， 哇，好帅气啊！好，你们上吧、啊、作业的好学生，我是个远程啊，我就不上去了啊。我也不上去了，我也是远程。我都冲上去了，我来了。是老娘，老子一脚，老娘冲撞，就是个渣渣呀。 Nice， 轮他蘑菇就是个渣渣呀。奶妈上，哦，他没血了，准备干他！啊，我开始伤到自己了，我过热了，啊，好烫！漂亮，走！哇，他掉了好多东西，什么玩意？好多蛋，那么大，全给他捡了。好多钱一样的东西，获得史诗级装备，抽风！耶耶！我的妈！我操，咱把他杀了吧！咱们赶紧把他干掉，疯了！激活狼士什么鬼？我操，不知道，已经激活了啊！这就是这啥东西啊？这是我们的那个啥？队伍获得史诗装备，强力技能。哦，狼士 S 一，40秒护盾啊！然后呢？可以用星区来给他升级，硬币乘以二，可以给他升级，通过花钱可以给他升级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大使 NPC 是吧？保护岗哨啊！保护岗哨啊！蘑菇炸弹！保护岗哨！蘑菇！我有人要死！跑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加都加不到！
他还近着，手撕了，先把远程这些人干掉。哎呀，谁在踩着我？哎呀哎呀，狼师掉血了是不是吗？冲冲冲冲，咱们顶在狼师前面。誓与狼师共存亡，吃老子一脚。攒点那个钱，看可以考虑给那个，可以考虑给岗哨升级、啊。狼师升级了是吧？啊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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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顶一波。啊，哎，打掉。来来看一下啊，炮能护盾，来吧，给他个护盾。对，给他个护盾，给他护盾，我再下来个护盾。我操，我再下来个护盾，这么屌了？鹰眼，操、哦，我去，这个好屌啊！干死！好绿啊！有个人跑好远。满屏幕都是绿色，走了走了，跟着他这绿色光圈往前上面去了。上，前面光点在前面。激活装备上来了。哎，操，这出不去了，我给你加血，你怎么跳？我上来就为了给这个人加血，他跳下去了。出关，出关。我怎么下去了？我们前面已经打开了啊。漂亮。来来来。哦、不跟他加了，哼！哎呦，对面人还不少，开大！我他要剑刃风暴，我去！我看我能不能给狼升个级啊？信仰毒奶吧！啊，四十秒护盾，炸！哎 ，yes， 一个大招，全部干掉，漂亮！保住狼师的命啊！前面又出了一堆人。看吧，前面有个带护盾的怪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强力怪交给我，斗斗斗！你丫还跟我玩隐藏是吧？隐身怪，吃老子一脚！我靠，他们都被你抽死了！我一抬腿，大魔咒！我一抬腿，男子，他们瞬间就不行了，我跟你讲。我这个怪好弱啊！再撞，这怪还能瞬移呢。啊，秃头死！而且他本身。失败的挑战是吗？再来，左上角。哦，包子不要死啊 ！Come on， 漂亮，漂亮 ，nice， 还是攻下来了。走走走，这啥呀？这啥玩意儿？我这个奶是不是很给力啊？啊，好大的奶啊！还有蘑菇，奶好大。你们为什么有人会瞬移啊、哎？这边的有几个怪？刚死他们，来！哎，我的臭脚还抬不起来。噬魂者需要杀250个。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岗哨，谁有钱？谁有钱？谁有钱？我靠！谁有钱给岗哨开个盾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800还没钱。我还有500多块钱，应该够了。不够的。打掉，把怪全部打掉。摧毁两个炮，怎么有一个近战都跑哪里去了？我的奶子都没地方用了。摧毁两个炮台，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给岗哨奶一个。岗哨血量，岛哨血量还有2/3。来吧，我站在岗哨，哎呀操！哦，这个是月迁战，这个月迁战。大老哥，那人自己冲死了吧？来，我就不跟你加，嘿！给岗哨加了个25秒治疗，漂亮，丢掉，放陷阱。他那个人自己又复活了。瘟疫持续时间，距离增加距离，然后增加穿刺伤害，生命吸取伤害。来干，来吧，把上面那个什么岗哨打掉，那个玩意儿扔炸弹。千里战，应该像比较像传送那种东西。我这个弹药是哪来的？来路飞路飞路飞好的，继续 go go go， 漂亮，走，地上好多那个什么点数啊，可以点一点护盾。来吧，走上，我的点数已经花了2000多点在岗哨上了。惊，我现在也可以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看一下护盾，一会儿我来开吧，强力技能。来，等会儿还有护盾，还有灰雪。我觉得这里先上了，打掉。刚进来的男的，漂亮。来吧，有谁？橙色石头是钱是吧？好，他什么？拿出个蛋，我取消他就把蛋给捏爆了。你在逗我吗？
这什么技能啊？有没有感觉到下身一阵隐隐作痛？这边现在好多，这边是防守关吧？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炮台给打开。哎，你们两边都在射吗？我要换用刘全升挡了，炮台打开了，用那个震击炮好用啊！你们这些渣子，我这个大招好牛逼啊！来吧，还整一传送门搁那儿，吓唬谁呢？啊，你搁那吓唬谁呢你啊？打谁的呢？你搁那啊？你搁那吓唬谁呢？好多人来了，又来了，减速，香港脚，全部震死！哎呦我去，好多人！就问你味儿大不大？快点！来来来，我为什么中毒了？哎呀，哎呦，跟我比毒，大毒男！行，那头顶那个什么导弹，我想炸那个，那个伤害好高，炸死你！看把你们能的，漂亮，有奶是吧？地上有毒、啊。炸那个蘑菇里面是不是可以回血？对呀、啊啊，还行、啊、还行还行。我靠，你才知。你刚知道我大奶，这个是逆风啸的蘑菇啊！来，我们看看，因为我都在前面冲着，都不知道。来，我们来近距离观赏逆风啸的蘑菇。哎呀，这个卫生状况保持的不好、啊，不要不要踩我的蘑菇，包了呀！蘑菇，坐开坐开坐开，上面还有怪。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暗夜猎人，这都起脓包了，这个蘑菇呀，好惨啊！背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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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动作你看，加油！加油！吃我一记香港脚！好，啊，满级了，十级了。野性使人叛。嗯。野性之怒。啊！哇！很厉害！咣，全炸死！干死！左右又出怪了。这边是防守关，只要保护我们这个狼士，让他把这个门焊开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个 UI 界面，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自己队友的生命值就好了。炸！你以为魔术司机啊？撸啊撸味儿 ，WOW 啊！我现在奶还要四叔。两边两边各有两边各守一波，左侧已经打完了。哎呀！哇、哦，前面这大的了啊！额外生命值。哎呦！我去 boss 吗？香港脚，先射他俩。没关系，有我的大奶。boss 个屁，几下就死了好吗？瘟疫，就是个菜呀、啊。全体减速，全体中毒。搞定。这不是 boss， 是这小怪吧？小怪，小怪。任何 boss 在我面前都是小怪。来吧，来，就这么牛逼、啊。你长得够大的。哎呀，我团队分居然不是第一 ，boss 是第一，哎，不对。哇、哦，那、这个近战是第一，这个、怪叫啊，蒙面人。近战刷怪刷的比较多啊，走六千六，我去，我攻守攻击力高，虽然为什么你要把菊花对着我啊，狼师？我这波什么东西？狼师敢撸吗？跑了，我操！新挑战 ，What the fuck？ 就这么跑了？他飞走了，飞那边。我们得快点去，那个狼师。还有血条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估计他能挨揍，你信吗？我们任务是跟他会合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怪，赶紧赶紧的，撸地下的怪。哦，复活吧，我的勇士！我靠，为你而战，我的女士。他攻击免疫什么鬼？我们先往狼师那走啊，先跟狼师会合再说。走了走了走了走走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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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步先走一步先走一步。小狼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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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我怎么被卡住了？我被卡住了！我靠！我被卡住了！有没有什么位移技能啊？冲撞！我的 fuck！ 这玩个鸡巴！我被卡住了！我靠！我能不能把你炸出来？我能把你射出来！然后拼分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看我看有没有刺杀。哎哎哎哎哎！你可以尝试让怪把你太胖了，你复活就可以了。哎，看狼师的血，看狼师的血。秋风再见。我有办法让自己死。哎。啊、
不是我卡住，是不是应该有某个技能？笑笑，我先让自己死，然后你过来看能不能救我一下。好像这种条件是可以复活的吧？可以自己复活的吧？你先死，不能不能，狼师如果废了任务就失败了。我靠，我过这个吊血好慢啊！过来保护狼师吧。哎，我出来，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。哎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我在。我活着。狼师要死了，赶快过来！我活着呢，我不想。我活着。Oh yes！ 等快来出 boss 了。哎，你看，咱们玩游戏就，咱们玩游戏就能找到 bug， 你看到没有？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咱们玩游戏就能找到 bug， 就这么牛逼。我给狼师一个加血，我去，这啥呀？这是敌人挺多啊，这边怪好多啊！把上面又有炮塔给点了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！哎，我去，站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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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啥？大奶！远程站在上面是吧？我看一人要站个点的样子，我好像站点可以激活某个所谓的炮塔的感觉。看吧，我们的任务是摧毁什么传送门，先把这几个先打掉，啪啪啪啪，先干他们，啪啪啪啪，好，干掉了。上面站点的话好像 boss 已经死了，现在可以去打小怪了。我靠，炸死你。狼师我的攻击力也是不俗的，这里好像需要站在这里的感觉。谁在大喊大叫呀？啊，好像是要洗点的感觉，看到上方进度条，好像还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是，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你远程站上面的印记吗？是不是应该一人站一个点啊？是要站在上面的。对，我们三个站在这里吧。好了，是这里吧？好了。然后呢？还得站，什么玩意儿 ？What？ 然后继续打是吧？不是，好像还是要站在这里，还得站，嗯，还得站，嗯。那他为什么站呀？啊，他还在那儿。来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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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个人。那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。包子来站，包子来站。总共需要几个人啊？四个人是吧？对，三个人好像。这是一个。好，把那个人传上去了。供电的东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把那个人传上去，然后他可能要去开门之类的这样的。那这样就已经成功了是吧？把他传上去了，让他去开门吧。关键是他被死在上面，我操！但是他死了怎么办？他已经要死了，好吧？他死了，至少得传两个人上去。把我送上去，把我送上去，我扛住，我站着，我站着。但是这个能碰得动我吗？还差个人，不来。哎，我站的地方对不对？还差一个人是吧？好了。我上来了啊！你上去了，好，只能我自己还能再传吗？好伤啊！还有个队友，他哪去了？我队友死了一个，剩、那个、然后我上去，剩你们仨不很正常吗？就刚传过去那个近战，我他妈也没有办法活着过去，这上面好凶狠啊！等下让队友过来，应该可以再传吧？还可以再传一个。我那个队友人呢吗？我给加血，队友在这儿。来传一下，不管这个，我觉得我应该来得及。好了，我过来了。啊，是吧？啊，去我检查点。Come on， 再站那上面，就看咱俩谁死。好的，干掉。Yes。哦，哇，你为什么回血那么快？因为我牛。他是回那个盾牌。关闭护盾门。因为我牛逼。门开了，哦，这里是要点狼师呢，是吧？好，走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因为我牛逼？你们再表扬我一下呀！啊，怎么没人理我？哎，咱们走吧。快表扬我，啊，表扬我一下。我们走吧。下面又有四个传，五个传送点，什么鬼？啊，哦，这五个人都要站上去，一人一个，都要站上面来。然后传送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无人机啊！我靠 ，boss， 哎呦，哎呦 ，boss 来了，好 ，boss 来了，我要奶，注意躲他技能啊！我打他不掉血，
我打还没掉血，关键是不是有个护盾呢？怎么感觉打的不掉血的感觉？没开始打，是不是没开始打呢？没玩魔兽世界吗 ？BOSS 开场都要逼逼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啊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炸他！我以为你多牛逼，好像也挺菜的嘛。对呀、啊，血量不是很多，开一个大招了，好多血，好带过。我估计一会儿 boss 血量变少之后，可能会暴走或者有。哦哦，金身啊，免疫！好吧，把下面点干掉，下面点干掉。好，我觉得有问题。他血量是金色的，不是他下面连接点干掉，下面连接点干掉。啊，看到连接点看到没有？干掉。越来越大了、啊，我靠！还有一个在上面，火来到了，我去。好美啊！我操！还有哪个？还有这个，还有吗？我们家那个方向有一个，哇，有一个，我们家那个方向，我去呀！完了！哥，神经病了！没了！好了，家那个方向干，把那个干掉！我靠！加方向为什么又有一个没看到啊？刚才我看我上上面两个加了两个交给我了。我远程在狙他，两个交给我了。我正在狙他，我正在狙那个，掉了，狙掉一个，另一个打掉，另一个打掉，还差一个，还差最后一个，漂亮！我操，他发招了，干他！啊，原来这里上来就行了呀！我靠，我找了半天，他又要玩球了，又要玩球了。我这边可以拉进狙的很。现在直播不是不让播球吗？不要放球！打雷了，违规啊！我靠！哦，没屏啊！我的 fuck，、哎、什么鬼？什么地方这是？上天了！我是血满了。外面有小怪，有小怪。我去！我觉得我们应该，我觉得我们肯定是第一次没打好，第一回合没打好。哎，这个圈里面会掉血。哎，我怎么被框进来了？别踩那个圈不是我出不来了，我现在，我靠，奶奶妈救命啊！啊，复活吧，我的勇，哎，啊，你有复活技能是吧？贵的我被框在这个圈里面，根本动出不来的感觉。你那边可以复活我吗？为什么我们俩都变成这样？你也死了，我可以呀、啊，复活吧，我的勇士，漂亮。看吧好，接着来！我靠！啊！走你！哇！吃我一脚！怎么都死了？没有！还剩一个！过了！快救人！救人！哎呦，我这边过了！我靠！全靠我们四个呀！冲锋人呢？他妈的，就我一个人在打，好吗？死了！他妈的，刚刚你们都在看球，我一个人在打，好吗？走！还行，爆财半血，还没死，只是第一阶段。Shit！ 怎么想不起来？这有点变态呀、啊！怎么谁又死了？下面有人又死了。low！ 球！我日！我就不该下来。再喷！我去，小怪！我操！我现在掉血，我靠！我现在灼烧啊！我的武器过热，我会自动掉血，很蛋疼的。信仰毒奶 ，nice！ 他又玩球，打 boss 吧！我觉得 boss 快来不要把 boss 干掉了。小怪的话，又有毒球了吗？大哥，来吧！快！轻！快！好，打掉！把旁边那个加血的全部打掉。上面我来。还有一个。好，还有，好，这我妈犊子又玩球，还有一个，我看还有哪？在这，好，干掉，漂亮，撸他，只要懂得 boss 怎么打的话，还是简单的，来吧，现在还有三分之一啊，不要玩球，做一个文明的人，死了，秒了他。集火人也秒了，我去！别打我！怎么又来了？又来！
好好好，上面交给我。漂亮，上面上面上面。哇，好多，这次好多呀！还有没有了？没了吧？他每个区刷的位置不太同，不太一样。有有有，还有吗？还有哪没打掉？都打了呀！我在打，我在打，马上打掉，马上打掉了。哦耶！漂亮，继续干他。包子，让我来奶一口。包子，去死吧！不是 ，boss， 去死吧！够了，还没血了，还没血了，干他！全力输出，死了！漂亮！我认！哦，扬名立万四。哦、第二有钱，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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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！啊，快抢东西啊！没了。靠！漂亮！不给你们奶了，真是的。闪电装备，又有人获得新的装备了。我们的分数好高。进站分超高，然后，哎，哦，我们把狼士射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哦哦哦哦、结束了，啊，打赢了吗？老 boss 干死了吗？狼士最终牺牲了他自己，任务完成 ，missing complete， 然后吧，和敌方同归于尽了是吧？剑无虚发，什么什么各种成就，最终分数八万五。